心情是非常激动的，就好像放下心头大石一样。那国安公署在香港成立了，就表示国安法就可以在香港执行了嘛。那对于国家的安全、社会的稳定都有决定性的意义。我对香港的未来是充满了信心的，我希望可以在祖国的支持之下，我们可以很快走出困境，让东方之珠赶快恢复昔日的光彩。其实国安法落地之后呢，香港市民是很开心的，就是说市民呢是感觉到出街都感觉到安全了，地区的市民或者普遍香港人呢都是有信心，有都能令香港的经济是尽快是回复。是我觉得国安法落地以后，对我们香港社会整体的个秩序都有一个帮助，对我们香港社会安全稳定很大的效果。我现在在社区里面就跟我们的市民沟通的时候，他们都说他们的安全感是大了，觉得安全了。我们在街头工作的时候，市民已经开始敢说话了。那香港市民呢，看到中央的决心，更觉得很踏实的感觉。我哋即系年轻人啦，即系啱啱大学毕业，想步入社会。咁但系如果社会继续 keep 住去动荡嘅话，我哋系好难去即系发展到我哋自己事业啊咁样。因为如果你个社会唔稳定嘅话，我哋系冇得去发展噶嘛。我期待佢可以继续为香港带嚟一个繁荣稳定啦。国安法系绝对能够保障咗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。我相信通过国安法同埋有更好嘅教育嘅条件下，更多嘅香港青年人可以揾到自己嘅方向同目标，我哋香港同国家更加繁荣富强。